大家好，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圣诞老人村里面的各种产品，所有关于圣诞老人的一些礼物，从他原始一直到现代，这里的东西是全球最全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是属于圣诞老人村，所有全球的游客们来到阿拉斯加，不管在安德雷奇或者在其他的地方，他们全部都要特意赶往这里观看，就是疫情。如果不是疫情，不是一个星期前下了一场20几年的大雪，这里的游客都是特别的拥挤，特别堵。每一个游客，他们都跟着自己的喜好，玩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纪念品。这里的小孩们太喜欢这里了，所有的游客也都特别喜欢这里。这是我们阿拉斯加霍尔邦纳斯旅游最受欢迎的，这个是小餐厅，这个是小餐厅，供给大家疲劳的时候坐下来喝点咖啡呀，品尝这里的美味。加油！这是阿拉斯加的一些纪念品。好，暂时说到这里。